姐，我现在啊，太火了。啊，我这热度就烫。火了之后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不开心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火了。咱俩离婚吧。离婚？因为啥呀？因为你。老史，我跟王浩可是清白的。对不起，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接下来我们会以孩子父母的身份继续生活的。谁不是拖家带口啊？谁没有工作？我影帝，我陪你来搞这些啊？我需要热度吗？搞得像我为了自己一样，这是怎么样？我怎么能打他呢？那可哎呀！张弛参加一对一，惨遭毒打，热度是不是上来了？热度上没上来我是不知道，我血压现在是上来了。这就对了，热搜预定。一二三四啊啊，是孟姐。哎，陈儿，现在太火了啊，见你一面太难了。我来晚了。没晚呢，这还提前十分钟到的呢。你的节目来晚了。我怎么听说咱这节目录不下去了？赞助商要撤资了啊。这不正好把你请来吗？给我这一季好好结个尾。姐你放心，我来了你这节目就录不成最后一期。什么意思呢？还得有下一季。坐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这最后一期也不让我录了呢。姐，我现在啊太火了啊，我这热度就烫。哎呀呀，是吧？我这样，我一会儿啊给你带俩话题，给你整俩热搜，你这节目肯定能翻红。那个陈儿，不用不用，我就是踏踏实实录节目就行了。姐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啊，我太火了，这综艺我参加太多了，这都得有套路，都得整事儿啊！这样，姐，你把手法放下，啊，来放下放下，你就跟我聊天啊，你就跟着我节奏走，没问题啊。行行，咱开始开始。那咱俩就当聊天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来，现场准备，三二一。欢迎来到《诗梦一对一》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十亿票房影帝张弛。张弛啊，咱俩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认识的，而且当时都在三板大斧子社团。十年未见，沧海桑田。啊，我。嗯，对呀，那个，咱们稍微咔一下吧，来来来来，不是姐，你打断我情绪干嘛呀？我这眼泪差点就滋出来了。我看你看那挤半天没挤出来，挺尴尬的。姐，我这都是帮你呢，我这一哭啊，啊，张弛综艺首哭，泪洒诗萌一对一，什么意思呢？热搜词。啊，这都帮我想好了。当然了，我这替你想好了，你就跟着弟弟节奏走，明白吗？咱。偏真情实感一点，好不好？我快了是吧？啊，有点大着了。明白明白明白，继续。啊，好，来，咱再来一下，三二一。欢迎来到诗萌一对一，我想问一下张弛啊，火了之后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不开心。怎么的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火了。我拍戏太忙了。我多想抽出时间来见一见三板大斧子的队员。姐，你想他们吗？想啊。你想见他们吗？当然了。你看谁来了。谁来了？诗萌，好久不见。哎呦我天哪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欧建宇。哎呀，建宇，建宇，我都没认出来，十年没见了啊！回头咱俩加个微信。好啊，建宇，张弛，十年了，你长高了。诗萌一对一，
老友重聚，张弛泪洒现场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热搜词，坐。不，那个这样，咱先让建宇啊去休息一下吧。不，一块儿聊一块儿聊。我是一对一。不重要，一块儿聊。来，相信弟弟啊，问。啊。欢迎来到诗萌一对二。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弛和他的好兄弟建宇。我们当时啊都是在三板大斧子一起做喜剧，那时候真的很开心。不开心，做喜剧很苦。啊，我们是苦中作乐，一点乐不出来。我记着我那时候身上就剩6块钱，我跟建宇连一份盒饭都买不起。后来多亏了四维哥借了我20块钱，是他自己却没有吃饭。思维回头又问我借20才吃上饭的吗？所以你看谁来了。又谁呀？哎呀，诗萌啊，当初要不是这20块钱，我活不到今天。这20块钱挺金花呀。哎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还你钱的。还他。不用，真不用，就20块钱。拿着，必须还。不用啊，十倍还。好。这不也就才200块钱吗？张弛现场帮好友催债，对方无奈10倍偿还。坐。不是，你这就200块钱，这。你仨不挤得慌吗？来，前后窜一下吧。姐，感觉对了，来继续问。你这还问呢？快！欢迎来到诗萌一对三。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三板大斧子。三板大斧子。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？不能提这几个字。张弛啊，听姐一句话啊，千万不能再往里进人了。姐受得了，沙发都受不了了。我觉得沙发受得了，你看谁来了？太有人了。叶玲，诗萌，我摄影师呢？他很安全。安全？哎呀。张弛好友偷袭摄影师，节目现场泪洒舞台。坐坐。我拍呀。我来。姐，热度是不是上来了？热度上没上来我是不知道，我血压现在是上来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就是这种感觉了。继续问。这还对呢。对。欢迎来到诗萌一对四。我问啥呀？我都不知道要问啥了。你随便问，你问什么不重要，问。那我们来问问父母吧。张弛多久没见到爸爸妈妈了？说到父母，我就能想到炒 CP。这怎么想到的？说到 CP， 我就能想到我们三板大斧子最有 CP 感的一对人。你猜，他们是谁？那还用猜吗？出来吧。是吗？是吗？昨天晚上撸串的时候也没说你俩要来呀。是吗？你等一下啊。咱俩离婚吧。离婚？因为啥呀？因为你。老史，我跟王浩可是清白的。对不起，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接下来我们会以孩子父母的身份继续生活的。孩子都3岁了，怎么判？判给谁？判给你。张弛好友节目离婚，孩子竟是他的。你俩不都离婚了吗？啊，习惯了。感觉怎么样，姐？啊，我感觉不咋样。快快继续问，这就对了啊！欢迎来到诗萌一对一大堆。我踩谁呢？我想知道。那我问问你吧，咱们三板大斧子，你最尊敬的人是谁？我尊敬你呀！你看这厨让你整的，这我知道。除了我呢？
那当然是我们的导师于和伟老师。没想到吧，今天非常荣幸啊，请到了我们非常尊敬的董靖川。有什么关系呀、啊、他俩呀？哎呦我天哪，顾总，川哥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，哎呀呀呀，不是那个，咱腿脚都这样了，就没必要再转了吧？赶紧坐下吧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你看出来了，你好像是真累了哈、啊。你们仨为我带来的是什么话题呢？十年前，川儿哥遭遇了一场车祸，就成了植物人。我整整背了他十年。你整整是真能编，你是。起来吧，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川哥，别装。哎，别、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能是假的吗？这是。当然是真的了。十年前，你的节目刚开播的时候，川哥就经常跟我念叨，说我想去跟诗梦聊聊天儿。今天，我们带他圆梦来了。圆梦。川儿哥，我应该早点邀请你来我节目。对不住，对不起哥。别哭，别哭。他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话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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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了，他说别哭别哭。你给我站起来！我好了，川哥，我康复了，是吗？这就是友情的力量。好尴尬呀！师梦一对一，现场惊现，医学奇迹。坐，好，别坐了，站起来吧，哥几个。我感谢啊，兄弟还有姐妹来帮我搞节目，但是呢，我做师梦一对一十年了，我就是想真情实感的录节目，咱不需要整那些虚的。不，这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闹着玩是吗？不是，谁不是拖家带口啊？谁没有工作？我影帝，我陪你来搞这些啊？我需要热度吗？搞得像我为了自己一样，这是怎么呀？我怎么能打他呢？那可哎呀！张弛参加一对一，惨遭毒打。我都没碰你。主持人当场矢口否认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主持人口吐芬芳。可能吗那个呀？热搜预定了。行了，祖宗，祖宗啊，都是我祖宗。要不给你们磕一个啊？行，你们在这整热搜整话题，我走啊。不是，别忙，别忙，干啥呀？张弛啊，凭你的智商，传不出来这些活。说吧，他在哪儿？是梦 ，My friend 是梦。爱和你快点，别唱了，你给我站起来。好久不见，是梦。这是什么造型呢？你也出车祸了？川哥已经用过了。没有，这其实是我本来的样子。这么多人呢，就没有人推他一下吗？就我。
其实，第一次见大家，不是在海选，而是在海边。海边？我想跟大家一起比赛，所以我向海神许了愿。海神给了我一双双腿，我都是忍着剧痛在跟大家。后来，海神收走了他的双腿，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么说，你是海的女儿？那是我的姐姐，我是海的儿子。好干啊！哇，拙劣呀，太拙劣了，咱就说说呀，啊！节目我不做了，最后一期下一季我都不做了，我现在就回家写简历去，我换份工作啊！别别别，我们走。于老师，是的，是吗？啊，于老师，我听说你这档节目办不下去了。啊，是。需要多少资金才可以继续呢？1000万。1000万？蒋诗萌，啊，我还是替你写简历吧。干嘛呀？您不如带我们拍戏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拍戏有什么难的呀？拍戏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？但是我有一个请求。您说。您说。哎，你们平时会做道具吗？会的。是这样啊，我最近呢开了一个道具公司啊，算是这个戏剧服务行业。我在想你们没什么事儿过来帮帮忙，也算是副业。一天多少钱，老师？顾玉芳。老师，我叫刘思维。啊，刘思维。怎么张嘴就提钱呢？你让老师情何以堪啊！我们三府大板子，三板大斧子啊，三板大斧子，至于这么缺钱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是不是你们老师？是是是是。十年前，我是不是你们的辅导员？当然是是是。于老师啊，您别生气，我不是生气。你这用完了吗？用完了。用完了你给我呀，这个你给我呀。这温柔一点。哎呀，干什么？还有那个拿。用完了用完了用完了。于老师上来就提钱，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先走了。老师再见。慢走。于老师过气了，不再拍戏了，昔日影帝改做道具了。这下热搜全被我们给占据了。三板大斧子有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